谢谢主席，我们从幽默的演讲到评论，大家都看的是不是都不想离去，但是呢这个幕后当中有很多工作人员。现在呢我要给大家邀请我们比赛主席给我们参赛者先颁发参赛证书。先给我们漂亮的示范讲员胡静。谢谢示范讲员，下面有请姚美珠。姚美珠，下面有请长命百岁的陈明聪。下面是那个男人的男人张艺伟。酷吧酷吧不是罪，他自己张艺伟，他自己他自己酷了，不是酷了。他就是我们的刘艳芬。有请我们的鱼片汤刘树。你应该改成看不太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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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妹会友。交流，还有我们的，今天又是早报又是晚报的甘慕容会友弟弟。还有每次默默无闻的帮我们不摄影的黄永明会友。下来就是徐广志了，是我。
有请我们 LE 分区总监杨新丽给我们劳苦功高的比赛主持林佑莲颁奖。还有人要拍，拿过来。还要拍，有人要拍。可以先去了。现在都完了 ，OK， 请评判主席把成绩交给比赛主席，有请我们的分区总监上来见证。颁发，见证我们的成绩的时候，分区总监。Okay， 请两位总监来见证我们成绩的时候。现在我们要宣布评论比赛的成绩了。季军，你们认为是男人还是女人？季军是男人还是女人？男人吧，林俊杰。评论比赛的亚军吴娟，2024-2025年评论比赛的冠军是林秀凤。一起来个合照，同时 L 区总监、评论啊，评判主席，好，我暂且呼吸，停止一秒、两秒，再来一秒、两秒。谢谢，恭喜所有三位得奖者。我们有请 L 区总监胡耀嘉卓越奖员来颁发
我们的幽默演讲比赛的奖项，也请 LE 分区总监一起来证件。首先是没有人超时哈，今天时间掌控的非常好。都是男的。你怎么这样多话？对嘛？比赛主持你来颁好了。最后一个奖。好。我们首先要颁季军的得奖者，你们认为呢是什么呀？是鱼片呢，还是放什么长命百岁，还是什么什么的？季军是陈明聪。刚才查点的时候，很多会友问我，我的拐杖是不是道具？不是道具，我正在用。亚军，亚军，你们想是什么？想喝鱼片汤是吗？萝卜笋。不是慢慢拍的。现在我将公布 LE 分区2022幽默实在向大家抱歉，我忘稿了。还要去决赛，希望你看到更精彩的一面。忘稿还拿冠军。好了，不完搞完蛋了。第三，我搞。你搞拿冠军了，什么搞？俊明啊，你的那个手机拍照很美。对啊，我破我破，我破。哎，一对上眼睛要开了，看到没？本来就不是很大，看看看。哎呀，大力啊！啊，这个鱼眼睛啊。来了，哎，我们
会长了。好，会长呢？我会长呢？这是分区的，分区的。OK， 可以，看我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下两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好。哦，好，没有，这是 LG。谢谢，恭喜所有的得奖者。那。我直接致谢词了，省时间。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些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了。